Faker 只拨开箱子，看到开出的皮肤后，粉丝直接猛的狗脱。平时生活中 Faker 也是个堪称完美的人，从来没听说他有什么丑闻，而且本人还相当热心公益。但在最近的直播中， Faker 竟然开启了箱子，看来 Faker 果然还是 Faker， 想让他充钱到游戏里面简直就是难上加难。而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粉丝们直接猛了， Faker 在开最后几个箱子的时候，竟然直接开了个拉克斯的大元素石，而且并非是碎片，直接就是完整的皮肤。要知道这款皮肤购买的话可是要100多块，估计没几个玩家开出来过。不少网友都纷纷表示 Faker 这是狗托。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， Faker 在最后还表示自己其实也不用皮肤，所以开这些也没用。